本王帮你吹吹总可以了吧？他不招人烦的时候还是挺帅的。他在干什么？不过这奇怪的触感竟然意外缓解了我伤口的疼痛。怎么，燕燕舍不得本王的吻吗？舍不得你妹呀！快滚出本宫的寝帐！本王也是伤者，还跑来给你上药，你一句谢谢都没有，还想赶我走，真是白养你这么大。哼！对了，听说林子里发现的那具尸体是个女人。对，我国女子可以参军，她若是普通军士，也无需女扮男装，这其中定有蹊跷。这次东狩的随行女子不多，细查之下必有线索。你好好休息，我先走了。你说刺客刺杀他是有意还是无意？那你不如去梦里问问他本人。果然正经不过三秒啊喂。蒙玉儿啊蒙玉儿，你刚刚居然还有点享受他的亲吻。刺客一事最终还是传到了父王耳中，父王大怒，命我和大理寺速速侦破此案，东狩也因此早早结束。你办事倒快。那是，也不看看我是什么人。虽然那刺客还在昏迷，我也照样能摸出他的身份。蜉蝣刺客团。蜉蝣朝生暮死，寿命不过一天，他们如此起名，可见是一群亡命之徒。我不是第一次遇到他们了。你说什么？那年我10岁，前任国师算我乃天煞孤星，需每年去白马寺静心礼佛，消除业障。那天我照例在藏经阁抄经，却听见外面传来了呼喊的声音：走水了，藏经阁走水了，公主还在里面，快去救公主。着火了，前门被堵住了，看来只能爬窗了。那时我虽然看得不真切，可是空气里血腥伴着纸张燃烧的味道，永远地留在我的记忆里，无法抹去。后来父皇查明，那群黑衣人就是赫赫有名的蜉蝣刺客团，下令全国围剿。可3年过去，都没能逮到他们的一根毫毛。所以你也没有想到，时隔5年，他们会再次出现。对，而且又与我有关。对了，女尸的情况呢？慢着，来人，重新上茶。至于吗？我忙着批奏折的时候，也经常喝凉茶呀。殿下再能干，也是个女儿家，需要多保重身体才是。可别怪下官没有提醒你哦。国事繁忙也要注意身体。行，谁让你偏偏是我的好朋友呢？我喝热的还不行吗？关于女尸，我查了随行军士的名单，里面无一人失踪。你的意思是，死者是上去之后才乔装成军士的？哼，正是。所以下官想再去现场看看是否有线索。驾！参见殿下，裴大人。安离，九皇叔在这里。